针对南加侨民关心的话题以及企业经营应对实务，南加州保险业者华信保险自五月起推出名人开讲系列讲座，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讲解，许多企业主到场聆听。华信保险推出的名人开讲，由北美会计师协会央聘会计师担任首发主讲人，针对企业雇主关心的国税局针对公司查账的应对实务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讲解。首场爆满之后，今天加开的新增场次还是涌进了许多企业雇主。华信保险表示，企业雇主对于生意领域之外的法律知识、社区环境变化、大环境的变动不一定都相当清楚，因此专家们在此提供资讯、分享成功经验，对企业必定能有相当的帮助。奋斗的过程之中碰到什么困难，大家一个座谈会，或者有很多雇主曾经被员工告过的，或者被国税局找麻烦的，种种的这一些很痛苦的经验，然后或者是有人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我们都可以直接就我们名人讲座这个讲习会里面，以及呢在跟我们的学员之间的互动里面，大家都能够得到答案。华信保险也介绍了未来将陆续开讲的几位名人，包括会计师协会的资深会计师、精通商业法及劳工法的知名律师、网络行销公司总裁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顾问、物流报关专家等等，为企业雇主提供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为来宾们提供彼此交流的平台。当互相有任何 information 或者你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可能在别人那地方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别人是怎么样解决的，那因为他们怎么解决，就让你可以听到别人过去的经验，然后那样子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那之类的这样子的交流。华信保险表示，每场讲座仅有人数限制，以维持讲座的品质以及方便彼此交流。有兴趣参加讲座的雇主，请向华信保险洽询及报名。